我消不掉，真贵哦。哎，我消不掉，见鬼了，见鬼了，见鬼了！当场敲夫，安安哦，把这推过来。今天不会开很晚啊，今天突然发现做这么久。衣服好像不适合我，对吧？感觉我比较适合去做搞事情的，只是说要找原因、找理由，怎么搞外卖啊？哎呦，要找原因、找理由、找事件触发，让我可以脱离衣服。Hello。Hello。啊，你没载人回来啊，没有，那是 bug 车啊。我已经哦。哦。车库里有一台了，那也停不进去。啊，我刚刚怎么？啊，怎么有些轮椅不能啊，放这进个。仓库啊？好像都要拿起来，再放下，再放进去才可以。拿起来再放下才行哦。对啊，不然直接放。哦，好。要太石膏了。拿起来放下。Carpet，你骗我。你要不要试试看？这几台我删不掉，不是删不掉啊，存不了。等一下吧。角色扮演是。哎，外面怎么了？哦，出事情了，出事情了！哦，我们是第一目击现场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感觉出事情了。我怎么出来的不是警察啊？我会这样，这不警车哎、欸，爱你。轮椅，哎、欸，怎么对面那么多人啊？这边人啊，对吧？对啊，这是谁的车？我啊，阿福。啊、哦，不是，怎么对面刚刚一堆人啊？这边怎么？我不知道。那个是马杀鸡，刚好看到学姐在那边。为什么还有直升机啊？那边怎么样了？不是听说今天要考试吗？是考直升机哦。
不是啊，是刚刚有逃犯逃跑了，没错了。哇，我刚进城啊。我们应该在追捕刚才抢银行的逃犯吧？一顺，阿四，哎、欸，阿公，欸、你们帮你们砍一下阿命的腿啊！我等他来扶正嘞。阿命在那里？在里面，他在里面躺着、啊。进那么快啊？当然，该换工作，去当渔夫，然后去说不做了，那个要退休，然后来从事画画之类的。哎、欸，刚刚怎么对面一堆人啊？哎、欸，小心！Hello， 刚刚对面超多人的、欸，真的假的？是又有事情要发生啦，又有直升机，又有警车。现在是怎么啦？没有，刚刚看到外面好像有车子护撞，然后蹦出一大堆人，然后直升机又在附近绕。怎么会？真的啊，是要抓谁？我不知道、欸，刚刚听学弟说有人什么抢珠宝还银行哦、喔，是啊，珠宝，对啊，可以去问李世民啊，他刚刚讲的哪里？海里面，海里面、哦。走路这样走，为什么？有计程车行哦，也许吧，可能会去做。我觉得计程车行虽然是没有什么在叫计程车啊，不过感觉至少有那个 NPC 可以在，至少有事情做。那不像医护真的只能发呆等事情发生。再试一次，不行。打错了，不行，要坐在上面。不行哎、欸，等会跑一跑腿又断了。掉了、欸，哎、欸，小心啊！我的车呢？你的车是什么？紫色的那一台啊？紫色很大一台，那台没人开走啊？咦、欸，我刚刚才看还在那里耶、欸！对啊，去车库回来就不见了。没人偷啊？你一定又忘了把自己的车保存了？没有保存好像很容易这样子。嗯啊。现在轮椅也怪怪的、啊。为什么爷爷坐？不是、啊，那不是爷爷、哦，阿敏还坐轮椅。就是胖哥哥。对啊，我是胖哥哥啊，怎么了？你是喜德吧？没有，我不是喜德啊。
我是胖哥哥。胖哥哥啊。哎、欸。鬼道首富哎、欸。对啊，我昨天开直升机摔下来啊。不像啊。他们是演戏啊，他们没有真的在一起啊。蚊子。哎呦，都是血，完蛋了，要洗手。今天好像发生很多事哎、欸。那小心。我下班前。好像多多被绑架，就这件事而已吧。对啊，就一伙人在医院一直刺他，刺到他被绑架。然后现在好像大家都在找大牛哎、欸。怎么了？又换大牛怎么了吗？不知道，好像是你问学弟啊。怎么了？他治疗完就逃跑了。治疗完？他们四个警察来，三个先回去。然后他就逃跑了。哈！哦，难怪出动直升机在找人哦。对啊。我们有要出动吗？我觉得我们万一爬山，三个又……还是不要好了。应该不用吧？对吧、啊？我们待命吧，不干我们应付的事。对啊。其实我本来要追到，可是我拔出来是实弹。就算了，拿错枪了。那对啊，那个射下去有点危险啊，算了啊。拔错枪，一转头他就不见了。你怎么会有实弹啊？你怎么身上会有啊？武器店都有卖啊，付5000块就能买了。可是我没有买那个啊。肉板能买的都买了，嗯，就小心吧。啊，我下班后还要发生什么事啊？啊，就那个养乐多被真心社抓去谈话了。啊，对啊，就只有这件事情吗？下班之后？对啊，跟银行抢案了，就这两件而已。哦，好哦。然后还有各种 GPS 发不出来。是太阳风暴吗？干扰成这样？这我也不知道啊。哎、欸，这台坏掉了啦。好了，拿去后面那个直接丢下去就不要。不是，这台只能这样子用推的了。你试试看。不是啦，我说轮椅啦。你有看到轮椅吗？把车移开看看啊。啊，可是后面有拉夯的车耳，好。你，我要踢在轮椅的。你，这只是朝我这边冲过来。可以了，你看，可以了。可是我不行哎、欸。啊，去拿眼镜了。他那个被埋在地下了，要踢开才可以。原地打人呢、啊？啊，好困哦。啊，想睡了，早点关台剪影片，剪完之后睡觉。小猫有来吗？小猫在忙，在爬剧情。我在等小蛙，我觉得小蛙好可爱哦。这边都是坏掉的。少一台。嗯。太困。对啊，你看医院就只能待在医院里面啊，不是医护啊，医护就只能待医院里面啊，到处跑真的不像医院医生该有的事情啊。难道有看病的时候？突然跟你讲说，医生在麦当劳吃东西，等他一下哦，这样子。或是在打球打到一半，突然接到人家电话打来，然后明明可以赢的局势，突然你跑掉，变成输的，这种对不对？
没有道理。那如果你去当计程车，当其他渔夫就没差，反正你要赚钱就是要上那个啊，去做事才有钱赚啊，不然就只能领那种时薪而已。渔夫、屠夫、裁缝、矿工、樵夫这几个，就是你真的要做钱财会多的职业啊。我应该就选一个做吧，那就是到处玩、到处乱跑，没有压力。打两份工哦，打两份工，除非你去酒店里面当少爷啊，当服务生啊，才有办法。哦，跑累了，休息一下。修车，我一开始想进来的时候就是做修车啊，因为我觉得我一定常撞车。而且自己修车又不用钱，修车搞不好之后会被拔掉，因为真的太 OP 了。要么就是自己修车也要扣钱啊，或是要一些，那怎么讲？自己修车也要付一笔费用，或是要消耗什么东西。就像我们医护啊，如果他们自己做修车包，然后修一次要用耗一个修车包的话，这样也还 OK 啊。那时候问卷我有写啦，我说，如果不拔掉，我有个建议，就是说，商店卖的修车包，你自己修完不会100%，如果请技工来帮忙修的话，就是会100%，就是你给他修车包啊，请他修，类似这一种。是不是想去黑帮？不会耶。老实讲啦，我本来就不太喜欢被人家管。没有发现的话啦，就是像之前我有讲过啊，很早以前人家问我怎么去红石口袋还是什么的，我说因为跟红石口袋的那些比较像朋友，如果变成就是那种团员啊，有那种。有团长团员的身份的话，我觉得这样友谊很快就没有了。像我们阿米狗也没有真的团长啊，那团团也是我们乱叫的而已啊。我们阿米狗也只真的就只是几群好朋友玩在一起，没有所谓的谁是队长谁是队员的身份啊。这样子我觉得友谊才会长久啊，不然你突然说什么，今天开会哦，什么团长什么阿哥的。Hi，Hello， 今天怎么样？今天好像有两件大事吧，多多被绑架，然后好像有抢案，这两件事而已，对吧？真假的？啊，听说现在到处在找大牛。哦，他们干的是吗？应该是啊，现在说警方找不到人在找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好，慢走，拜拜。哦，现在跟就是睡搭就淘淘啦，感情好一点，主要就是因为他需要钱的时候就那个帮助了他。你怎么可以走过来？你那么厉害啊！不然我们在上班的时候真的几乎真的是尬聊，就两个男生也不知道聊什么，除非有第三个人可以开着话题，不然就没有话题聊。那现在关系比较好也是。在游戏内啊，在 RP 内，我们感情好，只是因为。你的无线电。Sorry。129200。啊，对啊。啊，我本来就是你穷，我借你，我不会借啊。如果你是真的急需，没办法的，我才会借。借钱真的是不要借。不要借穷不借急哦，真的借急不借穷比较好。哎，要看他个人状况啦，如果他是真的长时间摆烂缺钱又说急用的话，那就不要借。我这幅是什么？我要等触发。看好可爱哦。喵喵喵喵喵。
布啊，那种可爱啊。这个时候是他还没一岁，他那时候养还没一年。